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现在讲到就是五蕴的开始啊，色蕴的经文，顺着文字，萧文上次已经说过，说完之后接着啊，借维摩经，方便品的维摩老居士为当时去看病的长者居士等。所说的对于五蕴身心要怎么样子来破除我执，放下这个五蕴的执着，就是能够破除这个人我执，这个文字啊，就得我们初学的人很适合我们来学习，所以因此借这个经文啊，做简略的说明。上次没有讲完，我们现在呀，顺着这个文字来从头念一遍啊。当时有许多人去看病，维摩老居士啊，就对当时的看病的人说：“诸人者，世生无常、无强、无力、无坚，受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诸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顾，世身如驱魔，不可传魔，世身如豹，不可久立，世身如燕，从科爱生，世身如芭蕉，中无有间，世身如幻，从颠倒起，世身如梦，为虚妄间，世身如影，从业缘现，世身如香，熟住因缘，世身如浮云，虚臾变灭，世身如电，念念不足，世身无足，为如地，世身无我，为如佛；世身无寿，为如风；世身无人，为如水；世身不实，四大为家；世身为空，离我我所；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世身无作，风力所转；世身不净，为物充满；世身为虚伪，虽加以超于一时，必归磨灭。世身为灾，百亿必挠。上次讲到这里，接下去的文字说：世身如秋景，为老所破；世身无定，为药当食；世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去应借诸入所共合成。诸人者，此可犯焉，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接下去赞叹佛身的功德，文字很长，把它省略掉，主要是要说这个对于五蕴身心啊，我们应当要把它破除这个执着。世身如秋景，为老所破。世身如秋景这句话有个典故，出在大集经大集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说有一个人得罪了国王那么国王呢，就对于这个得罪他的人，他就放了两只这个罪象，狂的罪象会踩死人的，他看到人就用脚去踩，就放了两只罪象去追这个得罪他的人，这个人赶快跑啊，往野外跑，跑到空旷的地方，有一个小丘，就是小土山了。那个小丘的地方有一个孤井，
就是已经没有人用的一个井呢，而井边呢有一棵树，这个大树上面有一个很长的也很粗的藤呢，这个好像是蔓藤一样的这个藤啊，从树顶上藤掉到那个井里面，那个藤从树顶上一直下到这个井里面去。这个人没有地方跑了，看到醉象快要追到他了，他只好赶快跑到这个孤井的地方，看到正好有一棵藤，那么他就抓住这个藤啊，就下到这个井里面去。他本来想要到井越深一点，让这个醉象看不到他最好，可是刚下到井头跟井的顶端平的时候，发现井底呀有三个毒龙啊，有五抓的毒龙啊，在哪里吐这个毒气啊，就不能下去了，下去也没有命啊。再看这个孤井的周围有四个毒蛇在哪里绕住，也很危险，碰到的话也会被毒蛇咬死啊。那么因此他进退两难了，挂在那个树藤上，手扳着那个藤啊，也不能放就掉下去也没有命，也不能上来嘛，醉象已经赶到这个井边了。这个藤虽然这么很粗，可是上面呢藤垂下来的那个树顶上有两只老鼠啊咬那个藤，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黑白二手啊咬这个藤啊，如果藤被它咬断了也会掉下去，也是没有命啊。就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蜜蜂啊，因为这个树上有蜜蜂的窝，这个蜜蜂啊笼掉它的那个窝里面的蜜倒出来了，地下五滴的蜂蜜，而这个人刚好往上看，嘴张开，哎，很巧的，那五滴的蜂蜜很甜呢，跌到他的嘴里面去，吃了这个蜜很甜，是忘掉那个危险，忘掉那种危险性，所以，你纵然是在有五滴的蜜可以尝尝，有一点甜味儿，可是这个甜味不久长的，万一这个藤一断。掉下去也没有命，上也不能上去，下也不能下去啊，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是一种比方，这比方什么呢？那个藤啊就比作命根，一个人的命根就是这个生命的寿年了。上面两个老鼠在咬啊，黑白二鼠就是日月，黑的就是晚上，白的是白天，就是日啊，黑的是表示那个月亮啊，这就是日月在催了，催人老了啊。那么天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啊，周围的四毒蛇就比这个人生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的这个身体啊，那个孤井啊就是比方这个人生啊，人生就像这个四大组成的啊，这个是一大波条，百疫病身都是会咬人的。井底的三毒龙啊，井底比方心，众生心，心里面有贪嗔痴三毒，所以那个三个毒龙就是比人心的贪嗔痴啊。那么因此你这个贪嗔痴会造业啊，有了这个五蕴身心，结果最后啊也是会啊再造业再堕落，永久轮回。所以就好像一个这个人在井里面搬住那个藤一断，生命就没了，就说明这个无常苦空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井藤呢，在维山大圆禅师他的那个警策文里面呢，在维山警策就有提到，说比如春上小路，树复即无啊，暗受井藤，岂能长久？
他还加一个岸兽，就是这个山崖的靠岸的地方的兽，那么风一吹就倒下去，藤，锦藤就是指这个秋锦的藤，搬在那个藤上，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他这个故事就说明这种情况，所以说世身如秋锦啊，为老所破。这个身体好像就在秋锦里面吊着那个藤，生老病死一直追出来，老就接近于死，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世身无丁啊，为要当死，就是说不能定期也不能长久，因为迟早业力尽了，这一生的业力尽了，缘尽则灭，就会死。世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去，这个道理呀，如果要细说也很多。根据金光明经空明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啊，这犹如四蛇同处一夹啊，他说人的身体好像四个毒蛇住在一个夹子里面，夹比人身，四蛇就是地水火风啊，这个四蛇地水火风啊，它是不可能调和的，经常会发生问题哦，火大增强了发高烧，水大增强了发寒冷啊，或者是湿气，或者是这种种的毛病啊，那么地大增强了全身沉重，风大增强了气喘等等的毛病都来了，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夹子养了四个毒蛇一样啊。那么这个身体又像怨贼啊，又像空去啊，这个身体我们看起来很喜欢它，很爱护它，可是啊，实际上跟冤家一样的，跟他结了怨一样，他经常找我们的麻烦，你对他再好他也不认识你的啊。空去也是金光明经里面的记载，他说世身虚伪犹如空去，六入村落竭泽所止啊，他说这个身体虚假的骗人的，没有实体，好像一个空空的去落里面，一个空房子没有人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危险的地方啊，那么好像世间人所传的所谓鬼屋啊，进去就有三面危险，所以你要看这个身体不要把它看作很高贵，它像个毒蛇，像个怨贼冤家一样啊，又像这个六入空去一样因为这个身体总不说五蕴，就是五蕴啊，十八件猪肉就是十二肉，就是三颗啊，五蕴十二肉十八件所共合成，就是这个身体完全是四大五蕴呢、所共同合成的啊，因此啊，你不要太过于爱护它，太过于贪着它，结果呢，上他的当，被他的骗啊，最后造业还是轮回生死没有断。上面这一段文就是说明啊，叫我们要学习对于这个人我之身体的爱着，慢慢要把它看破，要把它放下，才能够得到身心自在。否则的话，老是被这个身体所骗了。一生就是爱护这个身体，结果一无所得，最后又造业轮回。那么接下去那就劝人了、这个身体可厌，那你应当要熏落佛身。所以接下去维摩居士对这个看病的人说，诸人者此可犯厌啊，说这个身体实在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了啊，应当要厌离了，这有生这苦生啊，就是道家老子也说无有大犯唯无有生啊，我最大的犯难就是有这个身体，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有生就有重苦，但是不可能没有生啊，生死没有了以前不可能没有生，所以有生必定就有痛苦，
那么因此我们应当要转过方向，转过方向到哪里呀？要喜欢佛的身体，当落佛身，爱要翻落于佛的身体，像成佛了，得到佛身，那是最好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大家喜欢这个佛身呢？接下去呢，就是说，所以者何？所以要大家爱要佛身的原因何在？因为佛身者即法身也。佛身是什么呢？佛身就是法身，清净法身啊。这个清净法身从哪里来啊？从无量功德智慧身，这种种的无量功德，所谓万德庄严啊，种种的智慧功德所组成的，所以是就是法身啊。接下去经文里面还有很多啊，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对治这个五蕴色身的妄想，所以对于佛身的详细文字在经文里面有。他接下去就是说，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像这一类的文字一直说下去，很多很多，就是叫人对佛身要升起喜欢爱要的这个心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如果我们多读几遍，时时加以研究学习，那么对于这个身见的执着啊，慢慢他就会放得下，就会看得开，不至于太过于爱着于身体而被这个身体所搀扶住，那么最后造业轮回啊，不能解脱，那是一种很可惜的事情啊。人生难得，得到这个人生，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啊，把它拿来学习佛法，多修出世间法，求断烦恼了生死，这才是正经的。上面是色蕴、色蕴啊，色蕴的文字啊，就说到这里为止啊。所以经文说：“是故当知，色蕴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说这个色蕴完全是希望不实的啊，因为它的相好像是属于因缘法，以它的体性说，当体就是如来藏性，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啊。这是叫做明相归性啊，不看外相，看它的本性，就是诸法当体的这个真如自性。接下去说受蕴啊，这个先看看经文。经文里面所说的这关于这个受蕴的这个文字啊，我们先把它读一遍。阿难，比如有人手足厌安，百骸调适，或如妄生，性无为顺，其人无故于二手掌以空相磨。于二手中妄生色、滑、冷、热诸相，受印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犯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出身？不应虚空选择来住。若从掌处，应会待何？又掌处故，何则掌之？离则主处之。彼顽骨髓，应亦觉之入时踪迹。必有觉心之处之如啊，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何之啊？要命为主。是故当知，受蕴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受蕴本来自妙的这个经文。你看佛的说法非常非常的巧妙，他能够随时随地拿出
这个方式来做例子来说明啊。他这个受的情况，我们平常说受是无根对无尘，眼见色而闻声，鼻子嗅香，舌头吃东西滋味，身体触到外境，这是平常讲受，是无根对五尘的受。现在要讲这个受应希望，假如用五根对五尘的受来说，表达不出来，不容易表达。佛就用他一个人的自己本身上啊，提出这个触的情况来啊，才有办法破除这个受应的这个希望。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啊，比如就是比方啊，也等于是举例子，有一个人呢，手足眼安，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手跟脚都没事，眼安就是安静的情况啊，百骸调适，骸现在这里还指身体，百骸就是全身啊，全身的筋骨身体啊，百骸调适，调是调和，适是顺势啊，就是很调顺。一个人没有事，手足也眼安，身体也调和啊，这个时候可以说好像把身体都忘掉了，复如忘身，忘身等于忘身，等于把自己的身体忘掉啊，把自己的身体都忘掉了啊，好像没有这个身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性无为顺，在身体的体质上没有跟他相违逆的境界，那是苦受，为是苦受，现在他没有苦受啊，与身体相顺的好的境界，那是乐受，现在他也没有乐受啊，就是把这个苦乐境界完全忘失了啊，没有这个情况了，这身体很安然，没有事啊。这个人完全没有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无然无故，他自己两只手掌在互相摩擦，他表示这个受啊，他不是说你身体去接触外境，用手对手，自己的手，两个手掌在摩擦，不妨试试看啦，两个手掌摩擦，哎，这一摩擦啊，以空相摩，里面没有东西吗？空空的，两个手在相摩，摩擦了久了，这个两个手的当中会有几种的感觉，或者觉得涩涩的，或者觉得滑滑的啊，像，而且滚滚啊，或者是觉得冷，或者是觉得热，大致两个手摩擦起来是热的，会有点热啊，似乎那是看个人的体质。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为了祈愿全国疫情能7月26日解除三级警戒，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即日起发起观音法门线上共修活动，并于7月28日适逢农历6月19观音菩萨成道日，特于此殊胜日举办观音法会暨共万灯祈愿活动，恭请广护法师带领大众一同诵经点灯，回向世界疫情早日结束。在观音法会来到之前，大家在家用功修持，可以诵普门品或心经、大悲咒，也可以念诵观音菩萨圣号，大众齐发大悲心，祈求疫情早日结束。每日累计持诵次数，透过线上共修凝聚众人善念，待观音法会当日一起总回向，功德更加殊胜。请大家一起提高防疫警觉，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随时公告周知。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咽口法会，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